通常助手不是啊，我在那边啊，你要干嘛？没有助手会这样问吧？是不是也怪怪的？助手有点。是因为我看他好像要揉肉丸，那我来继续揉就好。他来。你希望在后面给你什么服务？他帮你煎。哦，这样你是不是会揉你的背？可以好。他希望有什么服务？你可以再加一点。结果哦，结果他没有想到没有服务，没有。哦，你刚刚是要 cue 他捏你的背之类的，因为不然他叫我加奶油，那他要干嘛？因为我要把这血，所以我还是要收套，因为你要揉一点，他还是不揉你，他不揉你。哦，你很专业的。哇！丢下去之前还滚一下，好香哦！天哪！哎呦，因为你们这样子放着，他们会开始有一点扁下去了吧？所以我会再拿起来揉一下。下锅之前还要重新调整，塑形，好香哦！然后另外一件事情也是，就是我们不要有太多颗。因为我们不要把他们粘在一起，我们也要给他们一点空间，可以跟人一样，对，需要一点空间，需要一点空间。北欧人不会靠那么近啊，北欧人，我们差不多。北欧的话也不能靠太近，这是真的。哦，有了，有那个颜色出来了，那个颜色看起来就好好吃哦，像汉堡牌的颜色。对啊，我就是要让他们先。上色吧，上一点颜色，像这样子有一点焦的，然后我们会再把那个温度，拉小一点，拉他们拉低一点，因为这样子他们才会里面比较熟吧。哦，这样子 OK 了，我们就给他们一点这样子空间，然后我们再可以，就是让他们在里面甩，对啊，让他们甩，会需要一点上色，因为不然他们会比较像这样子压扁了吧。好，感觉很差下去。万一做好，没有每一颗都那么圆，也没有。哦，没有，你们可能比较熟悉的就是 IKEA 那种，是因为啊，当然是比较是冷冻食品的嘛，都是比较就是这种机器，机器做出来的，所以他们就是每一个都是完整的。但是你这样子手工做才是完美的吧？就像很多丸子，我们喜欢吃手工的，跟机器做的还是有差了。就是看真正的瑞典肉丸之后，你们不会再想要吃别的。真的假的？那我们去 IKEA， 它不是都有加那个什么草莓酱？不是草莓酱，它是越橘酱。然后它当然是可能有一点点甜甜，但是比较是有一点酸味的，是搭配这个肉。是就很配，对，真的很配。这个非常好，这个越橘，我刚刚尝了一点点这个，因为它就是酸酸甜甜的哦。它然后配这个莓果类的酱，对，莓果类的酱，配这种肉丸肉球类的，吃下去是综合，会把它的味道提出来，很好，反而更鲜甜了。对，而且就不会那么油腻哦，会比较清爽。它是来解油腻的啊，那有一点焦焦的也是 OK 哦。啊，有点焦焦，焦焦的是好的，啊，因为它的那个味道是会有一点会有不一样的，就是那个比较脆脆的啊，然后外面有脆脆的焦味，对，焦香味，真的你吃了就会知道。好，我们就这样子，好，可以了。哦耶，待已久的瑞典肉丸来哦，所有沾那个越橘酱。蛮松软的，那你的肉散掉了，你的肉丸散了，就是要散啊，肉丸破了，它就是不要，它就是不能够说好像贡，要一口吃，整颗塞进去。哎，它的肉，它就是像迷你的汉堡肉，对，就像他说了，有保有肉的口感，是，然后像贡要咬啊，你要咬到它的肉的口感，然后那个肉汁会出来一点，慢慢咬，慢慢出来。我喜欢它松松的感觉，而且它一定要煎到那个。焦焦的，有一点点这样子，那个焦香感，炭烤的香味。我喜欢它，因为它刚刚有讲嘛，他们不会捏得太扎实，对，所以咬下去是松松的。但是这个肉本身又已经，我们刚刚煎到有点这样恰恰，所以它又脆，然后又松，然后又有洋葱的甜味在里面，洋葱又搅拌在里面，甜的，然后再加上那个越橘酱，香香甜甜的，对，解油腻，对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就来举牌了，投票了，投票，来，请举牌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就来举牌了，投票了，投票，来，请举牌，赞不赞啊？哎。哦，两个人不 OK， 不 OK 啊？为什么？来，凯一千，我觉得它其实吃起来就像汉堡排，但有点太浪费时间，还要自己捏，然后这样等太久了，女生应该会不耐烦。啊，真的我，对，
你就煎一煎，把它压扁就变汉堡。我们比较期待汉堡，可是还是不一样哎，它的那个汉堡排它会压压压变成扁扁的，可是它是这样松松的，我觉得那个口感还是差蛮多的。那这样今天的分数大家全部都已经出来了，来了。获得最多赞的主厨是哪？是哪两？竟然有两位，两位，分别是开朗跟一树。谢谢，谢谢。请清扬为我们加持一下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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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因为我刚刚没有助手的情况，是，我一个人单独孤孤单单，是，我完成了，辛苦你了，辛苦你了。但冠军不是只有一位啦。哎呀。实至名归。虽然我擅长忘记放，然后香肠忘记放，对，然后夹子也弄粘了，但是我因为练习很多次，所以很有成就感。今天恭喜两位成为我们的帅哥主厨。周一至周五晚间九点，中天综合台，同学来了。我们在52台被撤照，我们在 YT 被限流、被黄标，我们在脸书被检举、被降触及，我们全都遇到过。但是我们不放弃，让真相被听见、被看见。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中天新闻网 App， 这里永远不断线，请您赶快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， 因为这个 App 非常贴心，中天的新闻、直播、节目全都在里面，一次满足。